个被游戏气了砸电视的是一小日本，他来中国大概一个月，0028，正是学习方刚。Look off my face, the fucking bleeding. Welcome to Gimbra. Please don't fucking put the tone of the lead over. This man is so much fun game. I know that you will never get even a little bit of a game. Yeah, the game. Good, 这屋里的另外一个人叫李先济，他温文尔雅，知书达理，从来不会被冲动所控制。肯定说了是他50岁以后。李先济当年25，在悠久的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点下了小黑点。差不多行了啊，日本贤里早，打击日本侵略者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可是私下里就咱俩吧，我是真不想欺负你。关键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我是一病人啊。李先济没瞎说，他得的这病叫差失症，临床上表现为把一段很短的时间在感觉上漫长化，就好比刚才那小日本在被放倒之前一共才抱怨了27秒，而在李先济眼里每秒都被延伸到无比漫长，好像永无尽头。这种幻觉直接作用于身体，李先济觉得口干舌燥，头疼欲裂，而且特别的不镇定，所以必须抽脂。得跳闸了，别急，一会儿就来电。手机先给你，告诉你。还别客气，你也怪不容易的。No, you play the game so long already, ne? 玩了有一段了。Score it, your figures look pretty good. 因为把他们换成体质。Your figures? 对。来肾的时候顺手就换。Feels a kidney, the bad boy. 为了能让您来中国。You mean me?您找的呢？今天请来的嘉宾叫李先济，他现在不计成本的想要打穿一款游戏，甚至不惜把肾卖掉，为了这款游戏忍受了许多人没有办法忍受的痛苦。所以，先济，你为什么这么肯定这款游戏就一定能够被你打穿呢？也许它本身就是一个恶作剧，根本没有人能打穿。就像你说这问题，我从来就没担心过，因为我看见有人把它打穿。所以完全后会怎样呢？到时候会打开一扇门，走进去就能回到自己的过去，所以什么样的错都可以修正。是个蛮感人的故事。好吧，就算你能够时间旅行的话，那你想要回去什么时代呢？我只想回到和王倩分手之前，然后避免一些事情发生。现在你应该知道，如果只是想和女友过的话，不需要又卖肾又改造身体这么复杂了，你只要去跟他讲就好了。你是同性恋，事实上你内心是个姑娘，特别希望能找一纯粹的爷们。结果有一天真让你碰上了，找了一辈子终于找着了，然后你就跑过去把心里话全都说给他听，结果对面来一句：“和你干明白，纯粹的爷们要的是纯粹的姑娘。”我举这例子的意思是，王倩跟我分手联姻，比这还残酷。那究竟是怎样的原因呢？好吧，我们的节目也就要结束了。关于这个游戏，我想只好求助日本的美人大物了。作为世界上最强悍的电子竞技王者，他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。事实上，他提供的唯一帮助就是给我一号码。号码。欢迎您使用电话支付系统，购买 K 粉选一，
金毒浅二，海乐神浅三，大麻浅四，本人工喜爱您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我想买那种可以提高反应速度的兴奋剂。我们有 ADC 三种商品可供选择，一种商品副作用小，效果也最差，一种商品效果最好，可副作用非常严重。我们推荐 B 类商品，效果虽然略逊于商品 C， 可副作用却远远小于商品。